被记过那个是你哦、喔。我现在要裸奔这种事情，花言是都没问题。你们的家长跟你们的女朋友们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就阿妈就把电话抢过来说：“你怎么都没叫我去看？”四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发神经之下组成的一个 circus？ 哦，因为其实一开始其实很简单，只是那时候我们在玩一个喝酒的一个比赛，跟一个茶铺比赛、嗯。那赢了就有一笔奖金，输了就要罚酒钱、嗯。然后为了要赢那笔奖金，然后就推派我们的kid 去参加、kid ，然后就说好，如果输的话，那个酒钱是大家 share 的。是，那这样大家就是变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啊。嗯，然后就想说，等一下你们生命共同体组合的蛮简单的，对，很简单。为了一个酒托的钱就可以生命共同体。对对对、okay。然后就想说，那为了怕他就是不争气，怕他就是一下就认输、嗯，然后就给他压力，就说，那如果你输的话，你就要在一座桥裸奔来回跑一次那样子。被记过那个是你哦、喔。对啊。不好意思。哦，所以说这个酒肉朋友也有出头天了。也有。是啊。是。要选哪个？要继续啊。老板娘吃三号。加油！我是演八。看很多哎，对不对？你是最还的。我现在要裸奔这种事情，花言是都没问题。大家没听错的话，你们就是为了5000块钱的奖金。对对对。那实际上，其实如果你们输的话，是一人200块。对。200块你就这样，来来来。胖哥，我今天出1000。你现在从那边奔出去，再奔回来。好啊，好多哦。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企划，就是节目的企划，然后就是要用我们四个人用2000块环岛。就是包括加油啊，然后吃喝拉撒睡跟住啊，全部都是2000块环岛，然后就是会边玩边打工，然后到垦丁那边的时候就想说，既然裸体是他的才华，那就等于说就裸体竞标，然后最后用贱价300块买出来，对那趟旅行几乎没什么帮助的。是因为那时候太晚了，所以没有人标那个钱。哦、对，游客都走了。对，我本来预计是3000块。那时候我们还想说，大家可不可以那个募到5000或10000这样子，可以住好一点或吃好一点，就才300块。那在电视上做了这么多的一些奇怪的行为，师长我们先不要讲，你们的家长跟你们的女朋友们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家长都还 OK， 其實、啊、真的、啊。那时候就是裸奔的时候，然后因为很多记者会打他过来，嗯、然后就发现、啊、有一通是那个妈妈，然后就不想接，因为不敢接，然后想说啊还是要接，然后接起来，然后已经准备被骂那个心态，就一打，博胜，你怎么没有叫我去看？然后就阿妈就把电话抢过来说，你怎么都没叫我去看？好了，整个就很想去看。哦，反而是家长会还蛮支持的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去伤害别人，他们都觉得 OK。男人啊，大家都很爱面子，对不对？那很在乎我们个人下面的大小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四个人谁的是最大只？我。还竞争？先讲先赢啊，过来等你举手。既然是你最雄伟，为什么那个时候是 kid 去遛鸟？因为少女喜欢看可爱的，对，少女喜欢看。那我又不太适合那种。对，太大吓到人。我是美国的。精致。哦，精致，精致，干净化，短小精干。那么脏，当场不平衡了。对，干净。哦，所以大家一直认为没有用啊，反而是医生厉害，医生得冠军啊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们玩过什么？因为他是那个大，可是他是膀胱大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Ethan个这么小反而赢了呢？请看下一个。这个是赛外赛之尿尿接力赛 ，Go！ 小，加油！干嘛？用甩的，再来！
少呢？还有，擦鞋子，擦鞋子，没了吗？哎，还有，还有，我再找一个，哎，我腿酸了啦，我真的腿酸了。你要找下来几公尺？76.78，对，几个人一起尿？四个人，三个人，所以你们可以报队来叫朋友。对，刚好三个人吵，就是真的是骂到那种很伤到对方的那种话，入骨了这样。对，就大家都听了都觉得平常不可能讲出来的话，为什么在那时候会讲出来？敢讲出来？怎么难听怎么骂就对了，就超难听的。讲怎么讲？对方的家人。对啊，你以为你很会剪接哦？什么？自己讲的，人身攻击就对了。对。然后裸奔杀人那么厉害哦，哈，你最有名哦之类的。哦。对啊，就很大家不会讲出来，对。然后就但是也是蛮无聊的。对啊，然后就后来就那天都没讲话，然后就停止拍摄。可是他一直在拍摄。大家就真的是生气没讲话。然后那后来是怎么好？对啊，怎么和好？后来就。到隔天一直没好，就他们就想说这样不行，因为这样一定要跟那个公司那个报备说我们拍不下去了这样，然后就到一个麦当劳去算是大就讲开这样子，嗯，对吧、啊？然后接下来你讲，讲到边吃边想，就其实到那边的时候大家心情还是很差，嗯，然后就其实还是对干，就是还是骂来骂去，然后就讲到最后，我就问他们说，哎、欸，那这样是怎样？要解散还是就刚才这一季节目就不要拍了？就都表牌，大家都就是都表了，就算了，就好，就当朋友，不要当工作，不要当工作伙伴这样。然后想说啊，就是看要怎样这样。然后后来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哭出来了，还要在麦当劳超多人的在那边哭。我那时候说了超感动的话，好不好？因为那时候我就说说什么说什么，然后我不是为了 circus， 我是为了你们四个大家的友谊。不恶心。然后他就哭了、啊，他还说他什么都不会，他就是为了帮大家，然后想说好朋友一起，就是那种，对他这个想法很，我觉得很正点啊。你怎么会变成？没有，你知道女人一哭哦，我们男生就没办法。怎样？哦，说了半天她是你们团体里面的女人，对不对？还好，我很 man 好不好？女孩。然后他哭到一半的时候，就突然有一个那个小妹妹就跑来说：“可以跟你要签名吗？”然后还在心里替你，然后他就在旁边讲：“多丢脸啊！”超丢脸的、啊，超丢脸的、欸，超丑的。欸、不是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男人的眼泪还是值钱的、哦。至少他一哭哦，比他裸体值钱。掉皮、嗯，就大家会看到这些画面，还是他一直在旁边拍。对，他都没有想要帮忙。冷血就拍就对了。哭完之后。就和好了吗？然后就想啊，都哭了，好啦，那就好你也哭一下。没有，我就想说好，那就不是还亲吗？有啦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那要不要继续为这个团体一起努力，一起做节目？然后大家说不是哦，不是问这個啊，他是说。他是说林柏森，你要不要做我一辈子的朋友？一辈子的好朋友。一辈子的朋友。舌吻。对，他舌吻，然后他就说 I do, I do, I do。然后两个人人家讲跟他结婚去。哎，帅哥，你也很恶心，好不好？来，你们两个。真的是两个。快两个。来，我们现在请那个 circus 里面两个马子出来，一个哭一个亲，还原当天的现场。来，要照这样子。要我签的也是吗？该有的要做都要有，该讲的话都要讲。什么乡土剧哦？对啊。Kid， 你哇，做啊，是人的好朋友吗？好，亲。要拉丝。当然，你今天怎么做的？没有。亲，开始。